去年袁成杰在为宣传签约海蝶音乐后的首张个人作品《单身潮男》时，他首次坦诚自己已经有了女友，并且感情非常稳定。从那时起，袁成杰女友资料及照片就受关注，有人透露其女友是一位嫩模，长得非常漂亮。9月10日，袁成杰通过微博向女友陈芊芊高调求婚，承诺想要照顾她一辈子，并贴出硕大的闪亮钻戒，称三十而立，感谢上天，请嫁给我吧，我想照顾你一辈子。如此大胆晃眼的表白羡煞众网友。据悉，陈芊芊除是一名平面模特演员外，还担任袁成杰的经纪人，网友笑称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随后袁成杰绯闻女友戚薇转发此微博，并送上真诚的祝福，调侃称终于有人做你的一半了，女貌嫁出去了，男才就安心了，永远幸福。此充满真心祝福的微博一出，网友纷纷在为袁成杰送上祝福的同时，更有网友关心戚薇的另一半的留言称，什么时候有人做你的一半呢？从陈芊芊微博晒出的照片来看，的确长相美，身材棒，十足的明星范儿，与袁成杰男才女貌相当般配。看过照片的网友都表示，袁成杰嫩模女友与他之前的绯闻女友戚薇一样美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